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ream， 今天我再带来一场拳皇97的时光解说。A B 首发八千二 P 也是，来看今天的比拼，这一次还是拼的两大红名玩家飞风对阵008。A 跳地封空，后撤小跳，那葵花在点空中小跳，但还是被一把抓住。D 波晃他一下，让他有硬直状态，然后继续跳地向前冲锋。哎，好像双方的这个手速都非常的快啊，很难让对手捉住一个连招。轻腿跳 C， 突然想抓一手，对手也没有反应过来啊。哎，下盘一点秀一个小葵，最后用大招，因为对手已经晕掉了，一个大招快速的这个收尾。下面来看下一局，下一局看零零发第二个角色能不能稳住，来看他的这个神乐千鹤，他把这个玛丽放到最后一位，看到又是何为，哎呀，开场就被八神一脚抓住，跳地抓萧峰，千远银助跑，萧峰再次一把强抓，想闪也没有闪过，这一次八神终于打出了状态。哎，这次跳 C 反而被废。哎，闪了住词，但是又被一个重手掏到反身位，只怪八神这个反应太快了，实战经验超丰富的说。下面来到下一局，第三局看零零发的玛丽出场。哎，看玛丽跳低空中小跳没有接住，还是被重拳打到，现在给他一个大招送到真空，这毕竟是二 P 最后一个角色。哎，一个小跳骗招落地八个甲，八神马上被废，跳地下盘两点轻腿直接完事。哎，下面又来到了下一局啊，看来他这个玛丽真的是确实很猛。第四局看飞风的神乐千鹤出场。哎，神乐千鹤直接小跳，但是被滑步直接夹住，然后玛丽想来一个 bug 玫瑰吗？但是距离过远，哎，又夹一下，还是想来 bug 玫瑰，但是神乐千鹤一个爆摔落地夹 bug 玫瑰，距离过远没有吸住，应该是用那一个比较大的升龙腿啊，重腿的升龙腿吗？哎，快速闪身，又一个爆摔落地夹 ，bug 夹以后向前疯跑，哎，轻腿轻腿，神乐被打的毫无脾气啊，这局感觉，哎，双方相杀，神乐柱子压住，哎，还是中了一个滑步，继续让我们进入到下一局，好像对玛丽束手无策一匹，来看他最后一个暴力大门出场，哎，玛丽直接轻脚方位跑抓一个直灵头落地前跑，哎，又一个爆摔落地八个夹。真的是不会打玛丽呀、啊，被玛丽压的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出招。哎，后撤接摔，然后前跑巧跳，轻手一摸，让玛丽现在又压过来了，下盘两点接必杀，这要反杀了。这么下去，现在又来一个暴气，但是大门也是脾气非常大呀。哎，又一个大招，还是一个超必哦。大家喜欢来一波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